梦想，来自中韩两国的青云美少年汇聚在一起。大家好，我是石破军正。从练习生到光芒四射的偶像明星，光环背后，鲜花背后，那些热爱无敌、青春无敌的情谊。志远，大哥，救命啊！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一部走向未来的励志传奇。稍后，苏宁背后的故事，激情奉献。SJM，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苏宁一起走进背后的故事。我们今天有 Super Junior Amen。 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哎，我是 Super Junior。 哎，那在这里呢，给很多电视机前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咱们亚洲有一个很厉害的组合，他来自韩国，叫做 Super Junior。接着呢，他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面向我们中国歌迷的新的分支，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场上呢有四个韩国的少年和三个中国的少年，他们组成了新的组合。首先呢，我们请韩庚先来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石破中鸟 M 的队长，我是韩庚。石破中鸟 M。 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 pose， OK。 看你说话。大家好，我是立希。
上我是直播间成员桂贤，见到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大家好，我是直播间的成员巨石文，见到你们很高兴。大家好，我是李东，嗨，见到你们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也很高兴。大家好，我是 SJM 的新成员 Henry， 谢谢。你的 pose 呢？你的手势呢？大家好，我是这次 Super Junior M 加进去的中国成员，我叫周密。你的 pose 呢？哇！我们今天有一个礼物，其实是给我们 M 准备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物是什么，请注意。Super Junior M 加油！今天我们人比较多，想跟大家这个更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呢我们会分期分批的聊，先韩庚先留下，其他成员先到我们的观众席去坐。我跟大家坦白，我本来有一个就是小小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今天我这个衣服搭的啊还蛮 SJM 的，然后我想说，哎，不如也来先加入一下，凑齐八个人也不错。我来评价一下韩庚的这个演出服，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来讲，外套未免是厚了一点，对于一个男生来说，里面的 T 恤未免也开得太低了一点。下面该谁啦？就话最多那个。哇，我有点担心，本来就这么热，还要请他上来，他话真的很多。哎，坐，欢迎他。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吗？没有，是在韩国。就在韩国。我来去到不到韩国过几天吧，他就进入 SM 公司。哦，第一次见到他，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哦，怎么这么帅，个又高，但有一点，这舞蹈跳怎么那么不好？啊、我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我们走。你走。而且他就是讲得越来越小，还被崔始源听懂了。이게누군가자기욕하면다알아들어。那你第一次看到韩庚，第一眼看到韩庚，你觉得他怎么样？他怎么说你，你怎么说他？너멋있어그래잖아너무잘에정말처음봤을때요중국사람이라는얘기를했는데와정말박수가와하면서정말잘생겼구나이얘기우선그생각이들었고춤을정말잘추고또그노래도잘하고그니까정말연예인으로서그리고또가수로서배우로서가져야될정말탤런트가참많다는걸느껴갖고요굉장히대단하다고느꼈어요한근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对待你的不，我作为队长，你要反省一下。对不，这写的是背后的故事。但是我，好，那始源也讲一些背后的故事好了。我给电视机前有的不了解的观众介绍一下，始源他们家特别有钱，他爸爸是韩国特别大、特别大的一个连锁超市的老板，所以呢，对吧？对吧？对不对？是不是？我听不懂，听不懂。然后，始源呢，就是因为很喜欢表演，所以呢就想要进这个演艺圈，然后家里就不同意。你为什么会想要做明星？因为我喜欢唱歌，喜欢唱歌，演词，演戏，嗯，跳舞，跳舞，跟我喜欢，我爱我们的成员。哦，也爱这个 Super Junior 的成员。那时候是怎么说服家里的？怎么让爸爸同意你？솔직하게말씀을이렇게많이하시고또그걸좋아하시기때문에아버님께서는그러면내가너한테기회를줄테니까한번해보고아버지께서또안도와주신다고딱잘라서말씀을하셨고그렇게队长你听懂了吗？他听得懂。哦，你听得懂哦。为什么你听不懂吗？我听得懂。老师，我可以我问你吗？可以啊。
你问我，这里真热，是热，为什么这么热？你坐一会儿你就觉得热，我坐半天了。对呀、啊，我一直就这么热过来的。我跟你说，越热越红，啊，再热一点吧。你当时为什么会来中国学习那么长时间？因为你的中文很好。为什么会？是公司安排的，还是你自己要来？제가 SM 公司를들어가기전부터중국이라는나라에굉장히관심이많았었어요왜냐면어찌됐든굉장히나라가크고시장도크고전세계모든사람들이인정하고또알고있는사실이니까요어떤일을하든지간에중국에서는중국이랑같이한번해보고싶었다는마음이있었어요오有远见有远见你去过韩庚家吗对对在北京的对是当时来中国学习的时候对对妈妈有做东西给你吃吗爸爸饺子饺子对吧饺子包子包子包子就很都是好实在的东西啊他在韩国有没有帮助到你在韩国有时候会经常给我打电话呀说哥哥想去吃什么呀如果有事跟我就直接说我们都是把兄弟就天天跟我说中文韩语不说说中文把兄弟把兄弟把兄弟你会说把兄弟把兄弟아니그때우선고맙고요너무잘맞고또특별한기준이있는게아니라그냥남자대남자로서그냥끌리는게있잖아요其实刚开始说话不是很多因为语言不通嘛但是觉得很默契我之前就听韩庚跟我说我们拍了一个 MV 特别特别棒我说实话我是前几天才看到的我看到的时候我才知道你说的特别棒是什么意思觉得你们两个演得很好你们两个演得很好谢谢谢谢我们来看一段那个 MV 好不好好来Thank you.